开始，永婆乡火影人玉冠全台首屈一指的阿兔舞群带来精彩的开场舞表演，大伙欢迎。演唱会，让我们欢迎节目主持人 ，Hello， 林志颖，还有大伙欢迎。所有的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，哎呦，大家朋友出来打个对姐是 Hello， 对姐林志颖嘛，大朋友出来，我什么人？阿姨什么人 ？Hello， 哎呦，大伙欢迎，谢谢谢谢哦。一连串哦，咱对大年初一搞，今嘛哦，因为第四天哈，第四天像资深艺人自己的演唱会啊，哦，来个做简单资深艺人，是，好像是咱的那个那个叶田大哥，叶启田大哥，阿哥的小刘，哎，张武来嘛，这个张武来，还有冰冰姐，还有那贺一航大哥，对，很多很多，还不胜枚举，恭喜那国宝级的演出人员。好啊，今天有人 Hello 跟志贤为大家做服务哈，谢谢。希望大家婆媳看了热情的好不好？哎呦，谢谢，多谢多谢。好，啊，大家嘛看过志贤啊，看过 Hello 哈，因为 Hello 其实哦，圣公宴演艺世家哦。哦，你先卡啦哦，是演艺世家，演艺世家，哎，你身上流的血液哦，顶管那么哆雷咪呢？啊，对啊，哎，哆雷咪，那么哆雷，哎，音符世家，蹦出来的这样，大家知道震惊一不？震惊一知啊哦，震惊二知啊不？震惊二知嘛，一人震惊三。不啦，伊就是正经二音囝啦，正经二。我讲你叫哈喽会通哩，安那讲，因为恁阿伯叫正经一嘛，对正经。爸爸叫正经二，正经二。你上班叫正经三，你知影？我嘛上最贵的，上最贵诶。是哦。叫正经三，就叫伊干杯啊，干杯先。啊，对啦。哦。啊，所以哈喽是你家己好一个地名。啊，对，我做细汉就好啊。啊，我感觉是安尼啦，因为要较有名，参咱家族淡薄仔关系吼。正经一了哈，正经给几点点，给几点点，你叫正经一点。有人要听哈喽唱歌无？正经的歌片，啊，拍花较大声，来，中山围过来，啊来。啊，我带来这首歌片吼，是，也是恭喜全球的华人都知道这首歌。啊有，马来西亚啊，新加坡啦，哦，台湾人啊，啊是讲听有台语的拢洋气。啊，都拿去一点吗？我带来姜惠二姐秀昂的几条歌片。哎呦，我就给摇好不好？哦好哦，好嘞，拍花较大声，来，谢谢，哈喽唱的给摇。有一日人若人找无人甲咱友好，我会陪你坐点你聊，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外高，吃好吃歹无计较，怨天怨地嘛袂晓，你的手我的，甲你牵条条，因为我是你的骄傲。
从青草嫁在恁家，阮对少年对你对甲老，人情世事嘛已经看透透，有啥人比你较重要？阮的一生献乎恁家，才知幸福心早早老了。等待回去的时阵若到，你别留我先走，因为我会不甘放你为我目屎流。若要打破的人，免客气，我紧。谢谢。有一日咱若老，有生有子你有孝，你若无聊，对咱的相片。看看十结婚的时阵，你有我缘投，吃过吃歹都计较，怪东怪西嘛拢袂晓。你的心我的，甲你计较了，因为我是你的骄傲。阮将青春嫁在恁家。少年就对你做甲老，旧世事嘛已经看透透，有啥人比你较重要？阮的一生献乎恁兜，车山金苦是早早老了，等待回去的时阵若到。我会留你现在，因为我会甘看你咩拢无人要打破。无啦，我无听阿多，无啦，我算无听阿多，我无人捌我啦，所以用错的。为你马赛拉。老师吧，我表演纽约，纽约，唔知你卡只地呢？喂，我的，哎、欸，拍鼓啊，是有好听不？哎、欸，我感觉袂歹呢。我只哎、欸，我的音乐世家用感觉出来。本来我算偷偷在学习。有啦，我那是袂歹。你歌唱啊真好，我若要唱一条歌的，我会互你避讳。我讲，你卖讲，干那你唱歌是？你伫我心目中，你是神同款。哎呦，有影无啦？你去你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今日赢神你啊！你先唱一下歌了啊！我先唱一下歌。咱再来打多下讲，来讲一下，安尼啦。厉害所在。哎呦！讲五短必有一长哦！我跟你讲，来先唱一下歌，大家健康一下哈。来，蔡小伟歌曲哦，一首歌名字啊。哎，太原子都去。来，太原子也去啦！来，看我来，两手来做一首啊！Oh,
是啊，我下错交流道了啊！对对对，我觉得歌足行诶，好像要下交流道了。哎，拍谁不是这条？哎，我爱你最落去。来，我下个拍。掌声再鼓励一下，来，志贤哥进来。其实我认识他是看到电视模仿这一个。哦，那你模仿太厉害了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啊，那我们今天是资深艺人，像资深艺人嘛，我做这吼，因要请伊来，啊，不过伊无时间啦。对对对对对。好多做这啊，哦，啊，比如讲，比如讲，你若无来，咱个来模仿者。哦，安尼嘛会使哦，安尼会使未？好，倒接倒接啦。可以啦，来来来来。但是我讲真咧，资深艺人有真济，我做这，我带你可能会到。两个都，哎，两个都，两个都，慢慢收钱啦，哎，阿不要真侪花钱。两个，搁底下有咧看规定，底下咧等，底下看卖啊咧。咱头一个，咱先来模仿，就即个以前咧做皇宫，皇宫，皇宫，皇宫。喂喂，是啊是啊，哎，特别是咧歌啊，皇宫啊，皇宫啊，陈磊先生啊，陈磊啊，啊，对对对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磊，我又来啦。欢喜就好，规工嫌车无够快，嫌厝老烂，嫌菜煮了无好，嫌我心歹看，再无无车行人路，无厝地也扫，食甲死我，死也够，生活对人好，好安尼啦。有想无拍一下拍下者？哎呦！真不好看，真是咱们大家打巡回。哎呦，开玩笑，哎，开演唱会，对啊对啊。吼，做阿公啊，啊对对。陈磊做阿公叫做单于公啊。来来来，这么多姐，这么查甫嘞，这么话查甫。好查，好查甫。查甫，查甫。你要乖乖望查甫。有啊，我发狂，我嘞啊嘞。够姐嘞，够姐嘞。蔡秋凤，好不好？蔡秋凤啊，蔡秋凤。王阿星呀，是空一个。
害哎呦，真厉害，太厉害！哎呦，哎，两个嘞吼，哎嘛，熊生资深艺人，今天要生资深艺人，蔡周凤嘞，你看，别把请来，个无得，无时间，无人来啦，无安尼啦，他多了两个嘛，哈对对，两个你卡课嘛，我怎么我请，好，我请，好，你来业务上面啦，你来业务上面啦，好，观众朋友嘛来业务嘛呀，好，会使啦吼，阿麦讲咱大家套好个，对对对对，我先来模仿，好，大家业务上面来，来来来。只要真心的喂
这种歌曲哦，咱郑智仪大哥下一歌哦，一定要用一种会靠的啊，对对对对，好听。所以歌都无啥难。咱用正经的唱哦，就无。无多无多，真正真正。真正无好听。伊的歌曲就是有要有那个皮子的样子啊，这个。就看你唱歌就是不要卡的，就是不要长的。就是这样。哎，这个容量我们能录到耶。这个这。录起阿空的 YouTube， 阿播音阿哥阿伯来看咧。来啦，真精诶！来，这么来介绍，哎呦，真精诶！哦，那不如来正题啊！哦，这个也是很厉害哦，今晚做厉害。啊，你讲看袂得这波多瓜哦，看伊那差不多，对对对，差不多差不多，迄个面膜啊，差不多90%以上。无啦，你来用看了，你就全袂输那十十一啊咧。哟，哎，就十一啊，就十一啊。所以讲，讲今袂在偷生啦，啊是外口生的。喂！知啦吼，红英红啦，唔知啊，可能偷渡客家种，冇看过。哦，红英红红红的歌太侪了，太侪了啦，一支小雨伞。哎呦，雨你来都袂停。哎呦喂，春天来这样啊？奇怪，伊光叫雨。哎，春天吼，啊个搞拍你吼，穿衫的啊，你啊看。有才华的拢足够笑的啦，因阿爸阿妈讲。我来伊无啦，你阿袂讲。哦，是。你话搞千几个。小这个啊，对对对，伊个外形差不多，红英红差不多，够像。歌声有那差不多要一模一样啊！好，来，观众们，大哥大姐、爸爸妈妈，即马用歌声来欢迎咱的林俊杰，还有大爱歌曲啊，心爱的路。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再来一首《心爱路》哦，谢谢。手手借给我，谢谢。Yeah.
是红的对啦，啊不是啊，他脸不是红，哎、欸、你看耶，目睭无好，真的很像，欸、真的好够像的啦。因为我无会就捌红英雄啊，真的哦，真的我无会是天龙车，但你看你望平安路是我的牌。是讲哦，我听你讲我是安尼，我嘛感觉你出生一个人个呢。我什么人？刘德华。哎呀，先讲出生呢。哎呦，哎呦，老公喂，老公干嘛？这样啦，这样，这样。你嘛姓杰啦？这老婆喂，这老婆。你报姓陈姓伊啦。我来讲，我真正捌吼，我讲这讲笑谈笑谈啦。我真正捌伫路边食饭吼，叫叫林刘拢哎，伊个人拢帮我签名的。哎呀，真诶哦，新歌咧啊！哎，笑笑大白山也是咧笑你讲。我就是大白山。大白山，来来来来，我先讲这引导你讲。好，讲一下剧情吼，这什么《红家》咧，红遍整个台湾吼，太厉害了。向两位多多吼，这个学习啊，那我来讲，我们来。我这个锦行天南海嘛发两张专辑，哎呦，人讲哎，锦行真的是之前歌你咧一片歌手，错掉两片是两片，我第一片跟第二片哦是刚杰西刚发的，第一片的最后一片，哎，这几不赶快拿哎，我跟你讲开玩笑，但是吼，这个之前歌伊是行团体战嘛，对对对，来拢做引导嘛，做好唱歌啊，唱做跳舞，这个年会来让跳高。今天是不简单的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我三个加起来150哎呦，哎呦，我阿姆哥哦，真正我讲江山代有人才出啦，是真的是安尼，就按每一代每一代我新人在出来，嗯，像过什么星光大道啦，选秀的歌手，是啊，多拢抓好唱的，拢坐里遐哦，你看咧点点坐里遐，麦克风塞，比咱塞更加搞，真正有名，卧虎藏龙，真正讲高手藏在民间的，是是，今麦搞唱歌人太多，有名吼，咱塞。三百块，我咧唱歌哦，下底咧叫啥？唱我真歹听，一个安心呀，安心呀，我来。哦，其实我们俊吉也很会模仿。哎呦呦，还好，他也是模仿出身的。你要模仿出身，你模仿红龙红利啊，要模仿什么人？哎，我要模仿张学友了。哎呦，真的啊！哎，你妈后边大咧，足侪人咧在看。歌神呢？一定咧讲安心呀，你个那讲无是啊？张头佬弄怎样？讲爱姨娘哦。爱姨娘，这不能讲。爱姨娘啊，这也不能念谐音哦，这边。爱姨娘，可以啊。念谐音的吧？你这是潮州派啊，姐。哎呦，潮汐派的这里吵哦。来啦，比方姐啦，好，大家玩一下，玩一下。因为咱我看我电视顶模仿的这红英雄嘛，是是是。红英雄咧，拢是倒手夹麦克风咧，倒手，倒手夹，啊，正手还背出去，背出去，啊，脚小夹一个，啊，夹。哦，敢那变皮的咧，哦。一玻璃这边出来，抓出来，你感觉？哎呀，你是要出来？啊，目睭爱眯眯啊，我。你像这个电话拍着目睭哦，发路灯啊，拍着目睭时，你目睭拢眯眯的时阵啊，蛮靠近的时阵。对，啊，对嘞。啊，对，啊，来开始唱。有哦，有哦，哎呦，我有诶。有片水出秋梅，放好不离弃，无情。那是要出来的呀！很苦的在烧啊！啊，哎呦，这厉害！是咱来听看麦。人间虽似，哎呦，手尾放风袂。
的不像你，你是卡想，也是你在自己心，用花最想，银河偏偏只对你笑容心。不想你，不想你，不想你。Hello， 朋友，大家好。Fly away， 有没救兵？有没变成金鸡去唱吗？谢谢，有没救兵？你现在，我讲几万，伊在二位人在弄了，就什么酒瓶收了，刚刚。酒瓶收，完瓶全拢吃歹嘛。啊，不然一壶有没出来？他就他那一壶啊，就上面一壶了。哎，啊，张学友是啊，哎，张学友哈，是一坨一坨了。喂喂喂，来来来来，他有怕不怕起来？哎，太厉害，真的是厉害厉害，毕竟哦，魔梦是只要做事，是一个人可以治愈。是愈愈，他们变魔术赶快，是啊，变魔术一样。你现在从模仿啊，也得找到进步的这个原因。当然当然，是啊是啊。我话就讲咧，较搞的啦。哎呦，他会这样子唱歌，也舞台动作起来，那可以模仿啊，求一个进步啊。是是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。其实像你拢模仿人对吧？对对，你拢模仿什么？我拢模仿动物啦。我安尼是应该啊。喂，你讲这什么意思？太多了。啊，你要模仿什么动物啊？其实我动物。哎，你在猪年呢？我可以模仿蛇。各种动物啊！你好，喂，我准备来看嘛。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模仿一种就好了。哎，哦，我模仿马啊，其他就好了。马做白马叫很难模仿。马做白模仿。啊，马叫有两种，一种是公马，一种是母马。哎，啊，我请用公马来模仿。就是公马，哎，我够行哎！公马在找寻另一半。对对对，扒出来的母马是声音比较尖一点。哇，太厉害了！哇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耳朵麦发未起来，现在。我再讲一个，我耳朵不了，你当时在耳朵麦发哪里了？笑死他！我来送你，好不？我来模仿一个牛的声音。哎呦，牛！哎呦。妈！哎，够爱笑的，你干嘛行的呢？我干嘛干行嘞？这只牛为了什么品种？给你来解，我干嘛？我来解，因为什么动物的声音？鸡啦，我是鸡啦。翻白眼，金毛的鸡，好好好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公鸡只有公鸡会叫，母鸡不会叫。母鸡不会叫，母鸡不行。母鸡都是母鸡都是有，一个证明天生在叫。快来
在这边呢，要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啊，诸事大吉啊，每一年都有当赚大钱哈。啊，还有这个身体健康，为什么要甲大家讲身体健康呢？因为身体健康是每一个人都会讲到，但是身体健康最重要，因为健康呢，就是人上大的灾害。你讲好不好？好。在这里来看表演的这个朋友们，你们一定会赚大钱，好不好？这首歌万位想爱听，好听不？好听。哦，那刷呢？我带来这个，我去年发行新专辑的主打歌曲，哦，一嘛，同时呢，在这个八点档三立八点档的这个片尾金曲 MV 可以看得到这首歌，叫做《变是考鬼》，但这变是考鬼不是纯粹是考鬼哈，变是考鬼的意思来讲呢，咱人呢，只要在这世间拼命，一定会成功。这首歌来送给大家，《变是考鬼》，谢谢。咱是为着好事吧，好那人也着继续行。我头有看，看起一路行到这，好也歹，总是拢爱家己担。不惊别人安怎看，犹原坚持向前行，查某兄。总是拢爱家己担，不惊别人安怎看，犹原坚持向前行，查某兄。Oh,
非常好听的歌曲，是，哎呦喂，真正的，我讲唱歌愈来愈侪人哦，这也非常竞争呐，对，有实力的大家不断都甲捧场一下，好，好，谢谢。